版本、植物版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僵尸博士低下头后，植物就能对他造成伤害。那么，当他用脚踩植物时，100个毁灭菇能否消灭僵尸博士 ？A. 能消灭僵尸博士 ，B. 不能消灭僵尸博士。请看完整视频。毁灭菇不能消灭僵尸博士，正确答案选择 B。众所周知，当撑杆僵尸手握撑杆时，左边的乌瓜就不会攻击撑杆僵尸。那么，我们在撑杆僵尸右边放一个乌瓜，乌瓜会攻击撑杆僵尸吗 ？A. 会攻击撑杆僵尸 ，B. 不会攻击撑杆僵尸。请看完整视频。右边的乌瓜消灭了撑杆僵尸，正确答案选择 A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些僵尸前进速度相同，有些僵尸前进速度不同。在载具僵尸种类中，冰车僵尸前进速度是相同的。那么，雪橇车僵尸前进速度是否相同 ？A. 前进速度相同 ，B. 前进速度不同。请看完整视频。雪橇车僵尸前进速度相同，正确答案选择 A。